两颗，这底下两颗，这边两颗，要拔掉，拔掉了重新做。六颗牙不是拔了半天一颗吗？680，480。这个我们承认呀，一开始我们也承认，我们不回避这个问题。我们提供的赔偿方案的话，就是大概是2000到3000块钱左右。原来在我们家消费的钱，我们几倍的还给他，提出要50000块钱赔偿。他就是再有错误，他赔偿有个度，有个标准，减免力度也是很大的，也减免了大概有10000多块钱吧，好像。我没办法接受，因为我们对这个医院没有任何的一个信任度在这里了。